好，那我要说，刺蛙他们要传宗接代，就会在这样一个水域里面传。哎呦，看到红娘黄，对，这一只是环境指标，所以我们可以改变，慢慢它造出来。啊、哦，有它尾巴都伸起来了。对对，注意看它尾巴，有没有？没有？怎么样？没有？好像蝎子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有没有像睡蝎子？有没有？哦，前面有吸一只蝌蚪，有没有看到？这边有一只蝌蚪被它吸住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？这一只是蝌蚪哦。我看到不？我跟你讲真的、对对对，他把蝌蚪抓去吃了，有没有？然后他自己身体躲在水里面，对不对？管子伸出这边，这样咔嚓一下，他把动物拉在水里面淹死啊，自己跟管子伸出水面呼吸，他还要呼吸，只是他就用那个构造，他的名字叫做红娘华，它是一种环境指标生物。红娘华，红色的红，阿娘娘华，中华民国的华，它要水质干净才会在这个地方，如果这个水质不干净了。它就飞走了，它会飞哦。你捌听过臭蛄仔无？唔捌，唔捌，臭虫嘛。OK， 好，我要说臭蛄仔是伫陆地上的臭虫，它是在水里面的臭蛄仔，它跟臭蛄仔是同一路耶啦。对吧？好像听到声音。对对对对，就是刚刚那只拉都西四次蛙，那一只隐蔽色很好那一只。好像在那边。你看，它现在在吃东西，这一只。旁边那边好像还有一只是螺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个是螺。这雷啊！救雷。这不是，这头这最底这不是拢长雷啊。所以现在里面那个很小只在游来游去的蝌蚪。爸爸，等一下，你有没有近视？你我没有近视啊，我没近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因为我刚那边看着蝌蚪大只，然后啊，这是小 baby 啊。来，我让你们看它的卵透了。反正我们只有三个而已，对不对？来，起立，我让你们看这种刺蛙的卵到底长什么样子。来。